牛吧。我们来到宝泉娱乐码头，这里有一个全台湾最大的钓鱼机。你要用这个？为什么我是最小台的？那要去全台最小台的钓鱼机，然后喵喵用全台最大的钓鱼机跟你 PK。他还要用马达去转，那个鱼在这兒。中途没电的话，你要再把它转一转，它才会跑。这是太大了。大家可以在下面先留言，觉得谁会？应该是我吧，那边应该钓不了了吧？走喽！碰到钓鱼台。要消费3点，就是会一直钓竿，还是3点时间，我们先来逛一逛。这是什么？贩卖机。一条线就一只娃娃，我要传掉了，你怎么都投不中，用抛的，用抛的，哦，有一个，所以你要丢，啊，没有了，好，谢谢，钓具的一般手，钓具店。3点一场，4点一场，5点一场，在10点到5点9点开放。准备开火，1公斤哦。我要哦，我钓鱼了，我在钓鱼了，我快没电了，要再转。哦，第三次了，第五只。我要第六只，7只，然后灯亮嘛，灯亮的话鱼就会出来。啊，灯亮了。对，我8只了，8只了，所以你不掉了。我不掉，我觉得我8只就胜券在握。摇到，往上，来，快点。
他说的啊，刚刚这边服务员他自己说，他们这个是全世界最大，这个钓鱼机好像也只有台湾在玩。